为什么炸水了？炸水了！炸水了！刚刚我看到那边还在炸水，看到没？哦，就这边，看到没？今天又来打凿口啊！先把东西给准备好。我发现鱼就在这些边上，我觉得今天的凿口可能又要爆扣啊，兄弟们！今天过来的话，这个位置主要打红烧和翘嘴，这两天啊，就先玩玩这些道大不小的鱼啊。用饵的话基本上都是搭配的咱们家的铁板制毒器，选一枚铁板制毒器，选一枚这个七克的就可以了，再拿一枚虾，这个 OK。 今天稳稳的啊，不爆扣，如果今天打不到鱼的话，我就全程在这里打。今天的目标三条吧，五条，五条完不成的话就别回去了，如果五条完成的话小爱心啊，我们就这样决定了。今天用那个什么 1.5 的线，五条都打不到就不回去了啊。这么早出来，现在是很早，七点左右，先把猪头接给绑上。OK， 打不到真的不回去了，决定了啊，就这么决定了，打不到也不回去了。今天看能不能完成，不完成我就下水进摸，也要摸两条鱼起来，穿过这个虾的这个，哎，眼睛不好了，穿过这个虾的屁股绑上。今天我是带了超网的，大点的也没问题，跑不掉。OK， 走，看看，瞧瞧了。瞧瞧，不要说话啊。先收一下这边边上，太阳一下就出来了。看来是什么，兄弟们？哦哟，炸水，炸得稀里哗啦的。这边也在炸水，啊？没咬中，中，小的。这里还可以，还给我炸水，我今天就声东击西了啊，就打给他打游击，刚才打了边上都没口，看到哪里打哪里，这里还大一些。哇，这个可以，哇，漂亮，哇，这个可以啊，这个是用抄网呢还是用控鱼器呢？这条漂亮，嗯，带了抄网的，今天就用抄网吧。别玩跑了啊，你看咱们家的杆子，就这个鱼完全可以飞，我怕飞跑。过来宝贝儿，哦哟，漂亮。哎哎，这条有多大呢？一斤多随便有啊。哎，哇，漂亮，当比啊。哎哎哎哎，还是有一斤多啊，继续。那条是红烧，没打到。没打到那个位置，观测到哪里炸水打哪里，不是鱼。哎，收回来了，半路途中中鱼了，我本来都说放弃了，这个就太小了呗，对不对？这个就太小了，我们这个时候不能放啊，就是我们要拿个桶给它养起来，小的放掉，大的可以留一条回去吃。这个就太小了，今天目标五条，现在是第二条啊。刚刚在下面啊扎了两波，逮到一波，一共钓了两条，今天的目标五条，换个位置继续打啊，要不然今天回不去了。
必须要打个五条。中，咦，第一杆，这么小，哎呦，这么小，还是先拿水养起来啊，走的时候再放。哇，这么小，哎呦，小红烧。哎，中鱼！哎呦，到边上来中了。哦，哎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哎呀，三两多，四两，我的小虾，还差一条目标啊！我们看怎么能给它打到。这边这个位置，哎，别挂底啊！还有一条目中，还有一条目标，终于，哎呀，这条大一些好像，我说挂底了，挂底它就来了，刚好那个鱼可能就在旁边，这条好像可以一些，五条，今天的五条目标完成，哦，哎，不用抄网了，还是可以用抄网，怎么办？哎，哎。哎，以前的飞抄技术不行了啊！这么大一点，哎，哎呀，哇，打老鼠了，哇，哇，五条 ，OK， 五条目标。